盐水可能不会跟我一样，晚上给你往里送。你看，行一下，不是龙泉，还龙泉是一个，还是为个你不是那个。那个青花肉小片啊，你说这样，我要拿慢慢送。这我给你带啥呢？军药，这河南药的，真的。这行业，你看这柳刀鸡，柳刀鸡卖钱，法国，我法国外科牡丹柳刀，这还缺了一点点儿。这多少钱？3毛钱。3毛太贵了。嗯，不贵。这你看这釉色都达到啥了？釉光釉色已经达到。3年份也是个元代的嘛，这是金元东西，嗯，石油都不到地，这里边也没有油，给不害啊哥哥，这种跟盖子一样，就有的说是盖子，有的说是那个啥，我感觉怕是个盖子，走3毛都给的很，我操，好的盖子1块多的很，不会吧？哎呀，啥嘛盖子1块的。如果是军药的盖子啊，如果上带钮那种，都是1块以上，你知道吧？你要是药州的话，刻花的肯定都是1块以上，你知道？这东西真贵啊！哎，这个发色比那个好，好得多。这个颜色好。这从咱就说的是那个啥，就是咱俩的价钱跟外头人没有关系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军药的，这咱河南那边的，嗯，跟咱这边陕西这边不是很一样，修竹啥看着都。不，他军药只是分窑口，就是啥子和山西窑口。严哥，3毛太顶了。哎呀，啥顶？我给你在这吃。我买自己玩呢。我这，我给你吃个5毛的俩，咱俩慢慢磨。你要找咱俩这都算是交情了。嗯。OK， 咱们这就回来了啊。今天去主要是为了买这件东西，其实为了看它。当时我想看一下这个到底这个釉水发色有多好。因为我看上这东西的是一个，其实是一个小碟子或者是一个小笔帖，年份呢应该是这个金元时期，然后很漂亮，釉水特别的好，是咱们的钧窑，窑口应该是河南这边的窑口，然后釉水特别的滋润。这个钧窑这个东西啊，咱们知道钧窑挂红价值连城，它这个没挂红，它也不会价值连城，它主要因为它这个发色没发出来。人家不是说钧窑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嘛，它这个具体的这个烧成红呀、或者颜色的这个制造工艺啊，咱并没有去太深的研究它。虽然这个窑口我特别喜欢，可是在钧窑上这个我也是非常谨慎，因为以前在钧窑上确实吃过亏啊。这种东西假的非常多。我们看这个钧窑，你看它是河南窑口的，你看它这种修足，还有它的这个胎非常的熟糯，修足很利索，一刀工唰就划过来了。然后釉子非常的肥厚，包括你看，非常的肥美啊。然后这也是一个钧窑，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差不多离得不远的窑口。你看它的这个胎很像，那个大哥说这是河南窑口的，因为它是香灰胎，你看是香灰胎，他说这是河南窑口的。然后，这两个是我后边买的。因为当时我想着，哎，既然买就买，就多买几个吧，能便宜便宜点。然后大哥后来把这两个这玩意儿给我算的便宜点，这也是一个钧窑，但是这个是山西窑口，大家可以看它两个这个胎土不是很一样，釉子的配方也不是特别相同啊。当然山西也有那种烧的比较特别差的或者特别好的，它都有。我们不能拿这个质量去评判它是哪窑口，但是具体它的区别在胎上其实区别挺大的，你们可以看啊，对吧？发黄嘛，是吧？这都是，这两个质量我认为不错，这是一个罗汉盏、罗汉杯。这个到时候做出来的话，我准备把它就是拿个片儿一配，这样子。哎，你看颜色还挺接近的，我到他那儿挑了些瓷片嘛，一配出来，然后自己玩自己用，挺好的。然后这个也是，我准备把它也配出来，这样应该有个瓷片，我专门挑的啊。看，是吧？还挺像的啊。然后这块不太好配，因为颜色太深了，反正我挑了几块，可能配不太上。挑出来之后，这个可以用来做一个这个小香插，非常的雅致啊。年份这个也是这个金元时期，你看它这个山西窑口的这个墨书款，山西窑口的这个钧窑的这个胎啊，相对来说就没有人家河南的钧，你看这么的熟糯，感觉山西的这个钧还是康一些。
胎土质量不行，这跟本地的水土有很大的关系。它的柚子的配方你看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相对来说，你看河南的菌，毕竟这个五大名窑在北宋时期都是在这个那个河南那周围嘛，很牛逼的，所以河南的这个尤其河南的菌窑质量是相当好，很漂亮。一个小的鼻舔，这也是一个小鼻舔，这个就颜色没烧好，柚子吃的有点薄，但是这两个我收的还是蛮喜欢的。一个罗汉盏，一个这种，这应该是个温碗，或者是不是温酒呀、什么，因为它里边不施釉，温碗的一个钧窑的这个老窑瓷。知识点呢不是特别多，因为我本人对钧窑的这个研究也不是特别的深入，我只能找这个靠谱的这个做这个老窑的老板去买，然后大体的新老我能看，大体的这个年份我也能看，只是就是这个比较深入一些的这个研究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它的这个发色呀，或者它怎么样成红啊，或者什么器型上面的一些东西啊，咱们确实知道的不多，这个等咱慢慢研究研究，到时候也会给咱们各位藏友分享的。还有一点是什么，大家记住这个，这是一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的，就是你看我会去配，我会去配，我配上之后呢，然后会一金扇，这样呢就会看起来更漂亮点。很多老窑是配片的啊，大家一定注意，它不是原配片，它是后配片。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一些河道啊或者窑址旁边去玩去，你捡到一些那种老窑看起来还能拼到一块的东西，它有一些是配的。怎么区别它是配的啊，就当然配的特别好的你细看肯定能看来，但是你大体去看的时候怎么去看，一般它金扇的时候那个线会粗，你知道吧，它比如这样一配上，它金扇那一块它那个线啊，咱正常来说金扇就是这么一条细细的线嘛，对吧，它那个金扇会特别粗，就在周围会特别粗，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到跟它那个严丝合缝，它都是大抹齐把它裁下来，然后拿那个石膏或者是拿那个腻子一抹，然后拿金扇给它一金扇，是那么个样子，它不可能做到严丝合缝。所以你看到那个金扇的线特别粗，你就仔细看一下它周围的这个釉色是否一样，如果不一样它就是配片，那配片就是配片的价格，它不是原套的价格，那差着事儿呢。OK， 然后这次呢收到了几个老窑，你看我啥都买，你看这老窑也买，明清也买，老普也买，这啥玩意儿都买，瓷片也买，只要喜欢我就买。OK， 我是爱收藏天元，然后喜欢我的视频呢，点赞加关注，有什么需要交流的，咱们也可以评论区交流啊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你也可以私信我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